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自己有事放台，张小英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开这个 Ori，这是我们这个是终极版，就是它有新改版之后加了个地图跟天赋什么的吧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它的这个新版就没有中文。哎呀，我们要选简单吗？我们选正常就好了。我们也不选困难，我们就选正常啊。我们都还记得那个晚上，雷雨交加。这个晚上，森林发生了可怕的事儿。这是我们的，不知道是主角爹还是主角的妈。反正他是这个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他这是用这个摇杆玩的，不知道是主角的干爹还是主角的干妈。他捡到了一只神秘的小家伙，当机立断抱回家养。这么一个特别的小家伙。起床呀。它长得就略像神奇宝贝之类的。嗯，耶比，这是他们找东西吃的记号。还有地震，这个时候呢，这片森林生机盎然的。嗯，这对应该是父子还是母子的？就是每天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然后呢，这个食物吃不完的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这整个故事其实还蛮感人的。台北没感觉，我们这边有小小地震。那个神秘的那个树吧，呼唤奥瑞。天地异变，
慢慢的植物就都枯萎了。你有东西吃了呀？充满绝望的土地，树都不结果了，河水好像也枯竭了。他因为太胖了，他没有办法爬上去。好像新版会直接有原声带。他就告诉这小奥瑞说他吃饱了。哎呀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玩这边的时候玩的都快要哭了，我的天啊。诶，我看评论说他直接去他的那个档案资料夹里面可以找到原声带啊，可以找到他的音乐档呀，你可以去找找看，因为我看评论说的。哎，一块星星。糟糕！然后他死掉了，那他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了。他就一个人踏上了孤独的冒险的旅程。我不记得我有没有买那个原声带了。很蹑手蹑脚的，因为这个刺会扎人的。反正这边就是一片绝望。哎呀，是还好我已经玩过，我知道结局，那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要哭了呀。
觉得奥瑞变得很虚弱。他要断气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神秘的力量事实上玩过一轮，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在搞什么鬼，到底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啊，以及这个奥瑞到底扮演什么角色。其实我玩了一轮我都还是搞不太清楚，就光顾着被感动了，什么都搞不清楚，就光顾着被感动了，真是。反正他突然得到了神奇的力量，这个目前我记得是跳不上去的。我记得当时我还在那边傻乎乎的，这边很努力的拼命跟他二段跳三段跳，哎呦那个会扎人，我想起来了，俺被扎死过很多次，我想起来了。哎呦，我想起来我被扎死过很多次呀。奇怪，我本来好像是用键盘玩的。好嘞，太久没有玩了，我都忘记这个水会出事的。这个我记得可以踩，哎，我的攻击现在还没有攻击吗？哦，这好像是存档啊，你想起来了，这好像是存档点。我擦，好，哦，被扎了一下，好，好痛啊。又，好，这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把三段跳点出来，我的二段跳、三段跳是在哪里？这是防护罩，这是三段跳啊。二段跳是什么？这是二段跳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点这个？看一下，但是我一开始我应该要先强化一下攻击，这个是它东西会自己飘过来吧，先还是先强化一下攻击好了。我故事有看，我玩两次，我那个什么来着，我原版玩两次，可是我就看不懂啊。我就只看懂那只猫头鹰为什么生气了。我看了半天，我就只看懂为什么猫头鹰生气。然后我也看懂那个，我看看哦，我的力量，我是什么精神？我是这个树林，我们叫树林好了。他说
反正还要跟着我就对了。废话就不多说了，反正这家伙要跟着我。得到了树林，先来存个档。好，呜呜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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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好吧，反正我们要找到这个树的精神。这个他说按什么？这是什么鬼啊？哦，他现在习得了技能，好，想起来了。太久没玩了，好多东西我都不记得了，太久没玩了。让姐跳上去啊！但我还记得要殴打这东西。我调简单难度而已，我没有调困难，因为我调困难，我怕我死的巴拉巴拉的玩不下去。哎呀，所以我没有调困难。哈哈哈哈！那可以打吗？不行，没有啊，他这个，哦，你说下载的中文化，没有哎，我没有下载。我想说，反正故事我们是知道的呀，应该不需要中文化吧？故事我们是知道的呀。像我知道这个是学爬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更强的攻击。一开始先把攻击给点了，哎，哎，这是存档吗？哎呦呀！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可以跳的啊！想起来了，我觉得我之前是用键盘玩，对，我之前是用键盘玩，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我。用把手玩一下子有点不太顺手的感觉啊，我之前好像是用键盘玩的。我并不是在为我的 RT 我并不是在为我的手残找借口，呵呵。地图碎块，哦，是钥匙。随便。想看哦。你看，俺是记得一部分内容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是要两个钥匙块块，所以我们要去找另外一个钥匙块块。他再拉过来，对，我好像用键盘玩，他是不是？哎呀，用键盘玩好像是用滑鼠攻击，对不对？
这样比较顺啊，这个碗不顺啊。好，快快，得到，下楼。好啊，早就下课啦，不然我怎么在这儿呢？那是晚自习的钟声。看看哦，我们是要去哪里？我们要，往这里吗？哇哩！不管几次我都会被踩到，随便走一边。听说他新加的技能很让人很有打击感，上面那应该是地图石了吧，但我们现在先往下走。我往下会爬不上来啊，见鬼，但是我已经下来了，无办法。我擦！我应该要选这个，对，这样就不用我一个一个去捡。这不就是之前奥瑞的情况吗？那是晚自习的钟声。习得新技能，爬墙术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爬回去了。用把手我该怎么说呢，我会一急我就会忘记要按哪一颗按钮啊。好，玩习惯应该就还好，但是不习惯的时候一急我就会忘记按什么按钮。事实上这一两天因为学校断考，所以我是比较闲的。断考完之后要校庆，哎，我也是比较闲的。哎，发现了那诡异的那个。发现那诡异的小黑球，小黑炭和小黑球。我想笑，我记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记得是要拉走的。
边有一个这个，先吃。得到地图啊！得到地图，快快！这边我刚来过了，看一下地图。奇怪，那个闪闪发亮是什么鬼？先存个档。好，这是存档点。那我们先应该上往回走。接下来我应该要把点数存起来，拼二段跳。来吧，地图。好，一把门钥匙。哎，旁边有一颗球。哦，那个要学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拿得到。我记得我之前是有把全部的东西都收集到的。地图石要两个，哎，那我够了。我们现在是要往上爬吗？我们要到那个神奇的这个大树那儿。我必须说我对这个东西有印象。这玩意坑过我应该蛮多次的，我猜。啊，这个要，我现在才两颗球，那我现在是过不去的，还要等后期球收集够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还要等后期球收集够了才过去。看看啊，先走哪边？先走。好，迟到。怎么说，我也算是这个游戏老手了。哇，少一个。哦，在这里。哦，三段跳。我操！三段跳超级重要的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啊，这个要等炸弹。神秘的树的精灵。他就开始跟我公告了，开始跟我讲故事了。
他用了他最后的力量来拯救我。他说他呼唤奥瑞，但奥瑞没有来。哎呀，我记得是那个那只大鸟把他那颗光球给干走了。就是他。一只悲伤的鸟妈妈，他觉得就是这混蛋弄死他的宝宝。于是就很生气把他给摘走了。对，我想起来，所以应该是先森林大火烧死了他的崽子，然后他因为生气就把这个就把光球给干走了。这就是世界末日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我现在要收集这个各种元素的力量。这是水的元素。这是风的元素，这是火的元素，所以我们现在到这里去。路途挺遥远的。好，走吧。现在应该是。哎，我现在还不会重跳。哎，我还不会重跳吗？那我现在要怎么过啊？见鬼了！啊，我死掉了。我是一个连玩简单都会死掉的人。是他这边，他把路给炸了，我会下来呀。这边跟那边死磕。好，看一下地图。先看一下这边的路好。啊，找到了，新技能，什么技能呢？合体。爆炸！哎呀，炸这个！哎，那前面有一个地方可以炸吧？
前面虽然说炸了可能也过不去，炸了可能也过不去，因为那应该是另外一个系列的地图。嘣！哎呦，我现在是怎么这没有蓝色光，没有办法打吗？囧！哇！没有蓝色框，没有办法打。充能。好，再来。砰！吼吼吼吼！好凶，好凶！不要过来。先存一个档。好。这一条技能树的技能没什么用。啊！喂，好凶啊！这是什么毛啊？好凶啊！算了，我不要跟他玩了。反正之后还会再过来的吧，我就先不跟他玩了。他好凶哦，他有个没死的成就，我怎么可能捡那种成就呢？他如果有个成就是宁死不屈，那我还有点机会。不死成就什么鬼啊？对不对？哎，这样炸的。哦。这是什么鬼呢？管他的！砰！不要过来！啊，这边就走回来了，那我应该再走回去。我都没很专心，我很专心，好吗？感觉不出来，我其实很专心吗？只能说我专心的状态就是这样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是要走另外一边的。应该说我很专心的状态就是这样，但是我的脑袋是放空的。嗯，专心的时候是不用脑袋的。旁边好像需要用到，哎，好像需要用到二段跳以上才碰得到旁边那个东西，我现在好像是拿不到的。先弄死底下的家伙！哇塞，好痛啊，混蛋！啊！这绝对是技术的问题。
这绝对是技术的问题。搞什么呢？那这个先不要踩它。啊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不要再咬我了。血太少的问题，可恶！赶快把我的血条拉上来。我记得它有可以吃了补血条的。太久没有玩，然后但是又觉得自己应该已经很熟悉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我说这一关该不会是水淹心脏的关卡吧？我擦！哎呀哈！哎呀哈哈哈！啊！我上去应该要先存档，存在。诶，下面有一个这个，哎呀，吃不到。诶，吃不到吗？吃不到。就一边玩一边回想，好像这边是怎么样，那边是怎么样。那我记得这边好像是水淹，是水淹的关卡吗？是水淹我要在水流里面冲来冲去的那一关吗？不行，已经全部乱成一团了。但现在情况是很不幸的，我又要再打一次这两只。我决定打完这两只，我要先存档。哈哈。打完这两只，我要先存档。哎呀，搞毛！哎呀，哦哦哦哦哦，啊，不要再咬我啦，不要追我，先存档，二话不说先存档。哦，所以这不是水淹上来那一关，那就好。你看我就是这样子，就东记得一小段，西记得一小段的。哎呦，摔死了！我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下去看下面是什么东西呢？什么毛病？我们不别下去了，我们老老实实的啊，我们老老实实的往上跳啊。应该走上面那一层。水淹金山寺，不要再跟过来，不要再跟过来了。哎，混蛋，这到底是要我？走哪一边来着？还是要走底下？喂，你怎么又活了？啊！好吧，就当练功了。这个呀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这边可以走的。好，给他一顿好打。咦，好恶心啊！这个，好恶心啊！
上面那个蓝色的东西可以炸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炸？好像可以炸，但我现在好像炸不动。哦，我好痛啊！怎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有存档对吧？刚有存档。我想想看，我现在下去，我没有二段跳，我很容易死的哦。等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旁边那怎么去啊，混蛋！哎呀，真的，怎么去啊？先跳过来，炸了他。嗯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对，这样就对。然后。哇塞，等等，不要这样，好，有话慢慢说。我感觉我最好先存个档，我最好先存个档。我会想听提哎哎，我被偷打了，混蛋！我不是想听提示，我就是自言自语，你知道？呵呵，就是自言自语的。怎么说？我怎么说？我也是破过一次的人。这个其实这个关卡我一定是可以找到路的呀，总没有道理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找到路，第二次玩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吧？没有这样子的道理吧，所以我想我是一定可以找到的，那只是这过程可能曲折了一点，但是我是已经找到了的。嗯，这个玩意儿好像是某根柱子要把它敲下去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。先炸了他们。哦，这个东西我记得很讨厌啊！啊，我又来了！啊，我又来了！太久没玩，我已经变成一个白痴。奇怪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的愚蠢？好像是这根柱子要把它撞下去，是不是这根柱子？我感觉自己的血有点少，我不要这样子，我感觉自己的血有点少，简直不能好好玩这个游戏了，一直被打爆算什么呀？不管了，我先存个档，我太孬了。
可以挠了。我看到旁边那个轮轴了，然后我很无奈的，我决定我还是先存一个档吧。我希望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玩这个游戏玩的这么惨，我希望这是大家共同的痛。哇嘞！还买一送一，被扎一下，被扎两下，完了我要死掉了。先存一个档，哇嘞，按错颗了，完蛋！呵呵呵，我又死掉了，还好我有存档。我刚刚存档，结果就按错颗。700多次，那我整个心情就平复了耶。我原本郁闷的心情一下就平复了。虽然我没有算我十几次，但是我觉得跟700多次比，我觉得就算输我也不会输太多。我又按错了。好，真的要先加强攻击，真的是啊。真的是应该要加强攻击的，可是我又很想要早点拿到跳，好烦哦。哇，完蛋，现在没有光球，这个好像要二段跳才上去。哇，现在没有光球，我只能先诶，旁边好像有路可以啊。这好像要重跳，那我就现在就拿不到。啊，好痛！我感觉我必须存个档啊！我发现我又按错了，该死！我一直按到爆炸，啊啊！不要过来！分裂的小怪物，熔岩小怪物，好可怕！哇，那个是怎么弄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来不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玩意要用。要让那个家伙去撞他，但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死了。为什么最后才点攻击啊？那你前期不是打得很辛苦吗？前期没有加成攻击，打得很辛苦哎。所以我前面都会先点攻击，因为没有点攻击打得太辛苦了。
超重要好吗？哎，不是要弄啊，是要……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要弹射那家伙，把它弹上去。一箭双雕！哇操！吉豪跑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方。我到底有没有走错路呀？为什么这么凶啊？先弄死这小混蛋，来咬我呀！啊，好好好好！先存一个档好。哎呀，我又……好。啊，好好好好，解跑。好好好好，疾跑，来咬我呀！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太浪了！先拿加成哦。说实话，对我来说其实差不多，因为不管哪种玩法，我都是得死的啊！咬我呀，笨蛋，笨蛋！又太浪！不要电我！真的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其实可以在那边一直刷那一只的经验值，对吧？我操！哎呀，不跟他好了，混蛋！很认真的，很认真的。我明明就感觉也不是很难，可是我就是可以把它玩得很难。哎呀，搞娃娃！哎，明明感觉就不是很难的呀，为什么会玩得这样子呢？来哟、哦，来哟、哦，来哟、哦，来哟、哦！啊！终于弄死这混蛋，哎，然后发现死路不通，俺走错路了，俺走错路了呀！不要！怎么办？作为一个走错路的笨蛋，啊！我不跟他玩了，混蛋，姐不跟你玩了，姐走人，姐不跟你玩了。你自己慢慢玩吧，你。我想回去，我想回去。因为实在太蠢了，就当做刚刚我没有上去吧。讨厌，他干嘛要设计一个这个引诱我啊？讨厌。好，拿到地图碎块。有你说点到分散了，我好像还没点到分散，移过不去。
我才点到哪儿呀？我才点了两点而已呢，才刚开始玩啊，什么都还没有。吼吼，我来喽！地图，我得到地图啦！好，然后顺便把这玩意给炸！啪！哇！好，痛快！接下来呢？哇，上面还有一个可以炸的，可是我现在不要过来。可是我现在没有蓝色，没有蓝色怎么办？下面好像会升。咦，没有嘞！哇哇，怎么办呢？我要回去找吗？还是先往前走好了，等一下应该还会再回头的。哎，这里有一只虎，这小家伙，揍他！存一点升级点，这个等一下再来拿它。我先往前走。哦，小黑球又出现了，他一直在偷窥我。我必须说，追击小黑球也是很麻烦的一段剧情。小黑球特别会逃。哎，我觉得先存一个档吧。这个地方看这个玩意就有点，哎呀，就有点可怕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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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，先存一个档。这边就是一个存档点而已吧，是吧？那我这个东西我还要带出去吗？带出去好。带着不吃亏，哎呦，好可怕，躲着。推过来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好痛啊！真的，好，哦，我们再次听到了这个树林的呼唤，小黑球，放下那个光球，放开它。他叫做孤墨，哎，对，我想他叫做孤墨。我们要追踪他的脚印。这段剧情真的很也是不好搞。孤墨很会跳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再点一点攻击好了，我等一下，哎呀，居然还有。我等一下先点一，再点一点，再点一点。我再点一点攻击，再点一点攻击，应该就是分散。看看啊，对，好吧，然后接下来我要全力点前面的了。哇，下面那个是什么？是不是会长东西出来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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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凶残，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！好凶残，吃一逼，
先点一下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先点这个吗？会比较好呢？但是我又想点这个。点这个其实也是一点点用，点这个好。这个家伙就是你靠近它就不出来了，我记得这很麻烦。好凶啊！啊，好凶啊！只有学到折射打字就好打一点，没有折射打字之真是讨厌。哎呦，想打我！现在呢？上面是什么？上面是我刚下来的地方。哇哇哇哇！跑哦！好，果然攻击有加成，打起来就是比较给力。继续前进。看到了，先学在水里呼吸。啊呜！啪叽！被凶残的弄死。在水里呼吸也挺有用的。嗯。可以学一下。但现在实在没这么多点。先弄死下面这混蛋。咬我呀。有这样的对手真是啊！活不下去啊！活不下去啊！对手太凶了。我觉得难度应该选简单的。我选什么普通的？我应该选简单的。我为什么要高估自己呢？我就应该选普通啊！我就应该选简单啊！我为什么选普通？先存个档案，不要再重打两只。这一幕我看好多次了。如果这是在演戏的话，那演员已经恨死我了。因为我的 NG 害他重打那么多次，对吧？来来来，我在这里打我。
来来来，我在这里，你打我。怎么过不去？哦吼！来啊来啊来啊！来啊来啊来啊！来啊，我在这里，打我呀！哦！再一次，哎，刚刚那个要怎么闪我？我真是，来来来来打我呀！来来来打我呀，打我呀！再来，来打我呀，打我呀啊！他在损血就差很多了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被打两下我就GG了。毕竟我不是摔死的，我是被怪打死的。但我仍然想打他。来，来，耶比！没什么好说的，先存档。我必须说，这个地方，这个环节我有印象，这个环节我有印象。会被我有印象，就知道他有多麻烦。我操！我决定爬一格，我们补一次血吧，存一次档吧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哎塞！吼吼吼吼吼吼吼！我决定先存一个档啊，先存一个档。跳啊！还好姐刚有存档啊！再等一波、哦、啊！好好好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好，上面我好像还是上不去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是刺吗？我被自己给蠢死了啊！玩到一半可以改简单吗？玩到一半可以改简单吗？不要！如果可以改的话，我明天玩我就开简单。我觉得难度太高，我还是有点 hold 不住的。算了，都打不痛他，我不跟他玩了。都要被他打死了，不跟他玩，不跟他玩了。哦，得到一个存档点。哎呀！
好吧，今天先到这里好了，今天先到这里好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哎，可以改哎。好吧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今天先到这里吧。我看我十几次了，这个是这边46次，你说你700次是吧？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。啊，我们9点半的时候我开另外一款好像是 Papa and You， 好像是这样 Papa and You。那我们就9点半见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